由马雅舒、朱永棠、冯恩赫等领衔主演的抗战大戏《枪火》日前正在京郊火热拍摄。该剧1918事变前后的东北为故事背景，以地下党马舒和东北特战精英徐文杰为代表人物，讲述了东北人民的抗战壮举。日前记者赶往探班，可刚一到片场就让记者们吃了一顿老枪。这场逼真的枪战戏着实把记者吓了一跳，虽然都是工作人员安排好的炸点，可记者身临其境，感觉还是很危险的。不过老戏骨冯恩赫的一番话就打消了记者的疑虑。90%不会受什么伤的，当然他动作戏多一些呢，如果不注意可能会出现什么擦伤啊、扭伤，这个倒可能的，但是一般情况下现在咱们的摄制组各个方面的保护措施还是不错的，所以不必担心。我今天上午还跟他们讲，我说我当年拍黄桥决战的时候，一次冲击18个炸点，头一天下午我和烟火副导演就一个一个的弹坑的掐着表去算，第二天拍摄拍两条那就一次性通过，皮都没蹭伤一个了。由苦娱乐播报，北京报道。300位搞笑牛人带来属于网络的欢乐才艺。这是优酷为您带来的《我是传奇二》欢乐季。